attention.宁静的小山丘上栖息着一座中世纪气息浓厚、恬静而又安详的古城。早在1290年，这里就诞生了第一座法律大学。1540年7月1日，教皇保罗三世颁发教育法令，将它改造成一所综合性大学。因此，在马切拉塔，人文教育的传统已有长达七世纪的历史。马切拉塔大学有七个学院，它们分别是法学院、经济学院、政治学院、文学与哲学学院、传播学院、教育学院和文化遗产学院。法学院是最古老的学院，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法学家和律师。经济学院是最现代的学院，致力于向社会输送高素质的专业性人才。政治学院着重于培养能胜任于行政管理不同领域的全面性发展人才。人文气息最为浓厚的要属文哲院了。文哲院也就是文学哲学院，它旨在协助学生培养和加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传播学院则是马切拉塔大学最为年轻的学院，它这里设备齐全，并且培养了各种优秀的传播业工作者。物质文化学院则是为保护国家自然文化遗产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学校为学生们提供众多的服务设施，现在先让我们从丁老师开始看起吧，跟我来。16世纪下半叶由贵族契口里尼建造的这座建筑是大学计算机机房的所在地，这里向教师们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并允许学生们自由使用所有的计算机设备。为了满足学生和教师的多种需求，在电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中配有大量的开放性课程，旨在提高学生们的信息技术知识。马切拉塔大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图书馆了。这里的图书馆藏书百万，从早到晚都面向学生开放。两个宽敞明亮的图书室可容纳上百人，在整个图书馆里都能搜索到无线网络信号，并且各处都设有计算机上网点，以便学生查阅资料。另外，为了推广网络图书馆系统，学校还会定期开设课程来教大家如何使用该系统。学校还专门为留学生准备了整洁舒适的学生宿舍，宿舍里设有公用厨房和休闲区，并且大部分宿舍都在学校无线网的覆盖区内。400年前，传教士利玛窦在被王潘皇帝问及自己的家乡时说了如下一段话：我不是在罗马出生的，而是在一座被亚德里亚海环抱的城市，名为马尔凯。这里居住着朴素而又谦逊的人们，在这里喧嚣往往被宁静取代，人们对待工作既投入又热情。在马尔凯的中心有一座叫做马切拉塔的小城，它盘踞在一座东朝大海的山丘上，红砖青瓦中岁月在此静静流淌。我在这里出生，我的父亲母亲以及兄弟们都生活于此。马切拉塔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位于海洋与山丘之间的腹地，这里的人民热情好客，来到这儿你会发现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其实是一件挺容易的事情。当然你也有机会参与到各种活动中，比如戏曲、音乐、体育、烹饪和艺术等等。在马切拉塔，你可以同11300多名来自意大利各地的以及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如果你想要一个宜人的居住环境，想要品尝地道意大利美食，同时想要一个轻松安详又人性化的学习氛围的话，来马切拉塔吧。